标题：马思纯经纪人与燕公子认识。微博回对：是马思纯人设崩塌还是炒作？文蜗牛娱乐话帖补补，欢迎点击关注优质原创号蜗牛娱乐话，精彩内容等你来读。近日，马思纯发在微博上的一则读后感，却引发了一场明星和大 V 之间的互怼，这是咋回事？昨天，娱乐圈中的文艺女青年马思纯发了一则微博，谈及了自己关于张爱玲的小说《第一炉香》的读后感。马思纯微博随即一位名叫一锦夜行的燕公子的微博大 V 就这段读后感发表了自己的感想，称虽然不能说马思纯的读后感不对，但就是有一种两人看的不是一本书的感觉。一锦夜行的燕公子没想到马思纯亲自回复了燕公子的微博，解释了一下自己的想法，认为自己并没有说错，还表示让燕公子不要讽刺马思纯回复。但是没想到马思纯不回复还好，一回复就更尴尬了。读过《第一炉香》的网友们认为，这个读后感写的基本跟张爱玲在这部小说里想表达的主旨无关。虽然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领会是见仁见智，但是离题千里的读后感，尤其这种网上烂大街的摘抄名句拼凑型的读后感建议，以后还是别发了，暴露水准。网友评论：其实马思纯之前也发过张爱玲语录，这次也被网友们又翻了出来，并且网友们发现他所发的所谓的张爱玲语录却不是张爱玲说过的话。书迷圈点：马思纯一直以来都塑造了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形象，经常在微博上一些很文艺的话，但是大家也发现马思纯发的内容也大多是感慨爱情，像这次的读后感就离题千里，也让很多认为马思纯很有文化素养的网友们表示失望。马思纯不过也有网友爆料，马思纯是要出演改编自《第一炉香》的电视剧，担任女主角。而且有人发现燕公子和马思纯现在的经纪人杨天真是好友，早在2015年两人就在微博上有互动，燕公子还送了书给杨天真，杨天真微博，于是就有网友们认为按照杨天真爱炒作会营销的路子，这是不是杨天真联合燕公子的一场炒作，为马思纯出演《第一炉香》炒热度呢？毕竟马思纯刚和杨天真签约就来了这么个事，还上了热搜第一。网友评论：其实小编在看到马思纯亲自回复网友的评论时也是感觉很意外的，文字条理很清楚，也足够理直气壮，作为公众人物难道不怕被热议吗？在前段时间宣布马思纯和杨天真签约时，就有很多网友担忧马思纯会不会也走上炒作营销的路。网络新闻：因为杨天真在圈中是出了名的营销好手，之前张雨绮的家暴离婚事件反复上热搜，反而给张雨绮塑造了一个刚大女人的人设，圈粉无数。张雨绮这就让网友们怀疑这次会不会也一样呢？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有网友认为马思纯文艺女青年的人设崩塌，也有网友认为这就是一场炒作罢了，或许是杨天真想给马思纯转型也说不定呢。毕竟马思纯这么年一直都是文艺的形象，也该转转方向了。你们觉得马思纯这次和燕公子的微博回对事件是炒作吗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欢迎关注原创号蜗牛娱乐化，文章版权归蜗牛娱乐化平台所有，任何媒体平台未经允许禁止转载。